一战，这这西抓的倒阿公。如果真的让你们当选总统，如果真的让你们立委过半，苏花董定的一定爱敢走，国民党的党产的一定爱敢偷进来搞我们的专利。咱家的台湾的土地对天就抓，我心里一个女性，我把心里一个做人家的母亲，我要用母亲的力量。让我们的女性觉得说，苏志芬真的很勇敢，苏志芬真的很坚毅，苏志芬真的很坚韧。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苏志芬都做得到。不过我今天嘛，觉得有点保留的时候，我就讲觉得你看巧。阿飞他不要紧的，只要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好了。鱼林做的鱼林的农业首都开始，我们要把现代的科技引入我们的农业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生产变成专区化的生产，每一个种植的东西在它种下去的时候，它的市场已经定好了。我们确保每一样农产品的生产，它的价钱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价钱。再讲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多谢大家今天来给我们加油打气，也希望我们在这72个70天，我们大家守住，我们巩固住我们的票，让我们每一张票都投出来，让每一张票都是代表未来的希望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。